管理啦，吼，那么我来。OK， 好，我大概要讲这吼，好啊，咱一个一个来吼，我照这个次序来讲哈，我来徛这，较袂甲恁炸着哈。好，咱来讲农业一定跟水有关系，吼，若无水就无农业，吼，尤其咱这个水稻，所以水稻就是伊是水生植物，所以叫做水稻吼。啊，初期水稻的秧苗一定爱有水，吼。爱足侪水，那么另外就是讲，杂草甲水土保持，吼，即个水有时啊就伤侪，拢会甲咱好的表土拢流失去，啊，这真可惜，因为表土是上肥沃的，吼，啊，你较深的土，一般来讲内底较无养分，吼，较无有机质的，吼，啊，是矿物质这类物件，吼，啊，所以。上天创造这个杂草，其实就是咧做水土保持。哦，你若一个荒地，你甲用耕耘机甲放过了后，大概差不多一礼拜后，遐杂草就阁发出来啊。它自动会覆盖。哦，就是讲你若落雨时，迄个大雨诶水珠跌着土，未甲迄个土浆膨起来，准对水流去最高啊，准流去海去。吼，啊，所以毋好甲杂草。当做原始人，但是阮爸爸妈妈因迄代，因为早期无除草剂，拢爱靠人工举猪头去除草吼，啊是迄个水田内底草爱跪咧落去收草，我迄足辛苦的吼。啊，早期吼，佮有足侪迄款水蛭还毛奇吼，拢会蛀人的血吼。因为我较早若捌做过即款工过，所以我了解。啊，若较少年可能拢无已经。无法度体会啊，吼，所以莫甲杂草当做敌人，哦，所以即马农改场拢咧建议大家，若咧种水果，尽量用草生栽培，就是讲草爱含即个水果来共生就对啦，吼。其实草啊，虽然以前的农民拢会想讲，草啊拢咧食肥料，哦，以前的肥料算贵嘛，吼，啊，那么草啊甲肥料食掉，因拢讲安尼做无采，其实。草啊，食肥料食了，它也是草啊，大部分拢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，哦，所以伊若一年后伊就死去，嘛是归伊的肥分佮回归，哦，伫即个土壤内底，啊，佮增加有机质，哈，啊，所以毋好甲杂草看做无好的物件，哦，OK，啊，你即马来看即个2009年的莫拉克八八风灾有无？中央山脉戈壁地区啦，哈。这一条一条白白的，拢是崩塌地。好、哦，啊，这就是山顶真侪好的树啊，拢砍掉去啊。好、哦，啊，迄、那个树啊，本来伊的根拢长足深的，甲水土挽掉嘞。好、哦，甲这个水土保持了足够。啊，但是因为咱人为破坏，啊，佮921地震完了原因之一，因为土壤拢较松动啊。好、哦、啊，921唔是九88风灾。迄三工落到尾2000毫米米的水，吼、哦，的雨量。啊，咱台湾平均一年的平均降雨量是2150毫米米，所以三工等于一年份的雨拢伫高平地区拢落落来，所以造成真大的水灾吼、哦。啊，你即摆看即、这个，这是山林吼、哦，啊有一个崩塌地段，即丛树啊，你看伊个树啊，这差不多12米，差不多3层楼啊深的即个根啊。哦，你看伊挽偌济土挽掉嘞，啊，即边是因为无根所以崩起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即边还阁挽掉嘞，吼、哦，所以树啊是伫山林是足好的水土保持的即个好的植物，吼、哦。那么日本人来台湾，看到阿里山有足好的希诺基，吼、哦，即个快木，那么因厝真济，等于因日本人足爱住房啊厝，吼、哦，木屋，因为。冬暖夏凉，好、哦，哎，早起无冷气，啊，所以端午热天是继续凉。那么，因日本人咧砌树啊，是伫即个腰部遮吼，因、哦、用机啊，吼、哦，两人骨，
甲大樟树啊固倒，但是迄条头无乌掉，哦，所以因会阁发二代木出来，二代木若有够大枝，因阁会当找阁发三代木。啊，即卖伊撤掉是伊边啊，因为迄樟树啊所占的范围足大，你撤掉是即边啊拢空的，所以因会保证小苗。但是国民党政府来了，唔拿撤，阁撤比日本人较严重，拢外销。啊，佮迄粒头佮挖起来做艺术的甚物屏风啊，还是泡茶桌啊，我爱拢计较真悬，吼、哦，附加价值真悬。但是，伊等于咧甲咱台湾的这个、迄、那个山地的土壤咧破，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水土保持破坏，吼、哦，开肠破肚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咱昨天挖个密密麻麻，啊，因干呐，一直古一直挖，拢无咧保证。哦，啊，因保证的是拢规片的，都这片规片挖了了啊，较保证一寡较次等的迄个山山木咧大较紧，但是尾发现讲遐山啊吼，拢怕山，高大个物件拢怕嘛，啊，所以结果无法度做建材哈、啊。好，啊，即摆讲了这个水哈、啊，咱来用以色列来做比咧，以色列是一个沙漠的国家，哦，中东遐哈、啊，但是因。嘛是爱食饭啊，嘛爱种一寡即个蔬果哈，农、哦、产品哈、哦。那么因65%的水淡水是靠迄个加利利湖咧供应，啊欠的35%要位底来，哦，结果因就是用海水淡化技术哦来开发做淡水，也当供应25%。那么要去欠10%，因得用废水回收。啊、所以以色列这海水淡化技术是全世界排头名的哈。啊，因佫发明省水的这个灌溉系统，这个叫做滴灌系统。好、啊，啊，这个滴灌就是有类似这款物件，伊这会当定一个距离哈。哦、啊，有一个所在啊，比如你要定三尺一点，比如你若三尺种一个植物，啊，伊会当定这个寸尺。啊，你若五尺要一点嘛会使哈，这会当定做。啊，这足省水的，哦，会使传来看哈。那么，伊这个讲就是用电脑控制，你这张植物一天要吃偌济水，伊用电脑控制第二只，干那伊本身这个根部有水呢，其他边啊就无水，所以边啊无水就袂发臭，哦，所以足省工的，哦，他要喝多少，他自己。用电脑控制回家哈，啊边啊不爱喝水，所以就也袂发臭。所谓臭啊，都植物拢爱有水，你若无水，一定打死的哈。OK， 啊所以因沙漠的地区，包括因的水是拢用刷卡的，因伫每一个迄个主干道的迄个输水的迄个管道遐吼，要传入去伊的园区的时，遐有一个像迄。脑打卡机，你若卡面插落，啊，输入看你要偌济水，甲买，爱甲政府买只水就对啊，哈、哦。所以因已经做甲连控制水拢用电脑用晶片卡咧控制哈、哦。OK， 啊，以色列有足侪咱来学的，就是讲，因嘛是看台湾做烈士，因以色列全民皆兵，咱是所有台湾，咱是所有查甫满20岁，哦。身体 OK 哈，拢会当去，拢去征兵。但这个征兵是非法的哈，因为咱用占领，照讲袂使替人做兵。就敢那讲，美国去拍伊拉克，去占领伊拉克，伊敢有叫伊拉克去做美军？无嘛哈。包括二次世界战后，伊占这个琉球，嘛无叫琉球的人去做美国兵。哦，因为是敌对啦，你叫他来这边发武器哦，伊都杀武器给你拍，我、哦、这所以这不合国际的战争法哈、哦，所以伊个人征兵是错误的哈、哦，是违反国际法。那么以色列，伊虽然伊伫沙漠地区无啥物物产哈、哦，但是起码因发展因家己的这个农产品，用这个自动灌溉，买当种红龙果，种 tomato， 尤其呢 tomato 往那做名。啊，因用这个滴灌的方式，水就足省的。好，那么
以色列伊虽然较早因犹太人迄个德国台六百几万人吼，伫第二次世界大战，但是因嘛是会买美国迄、那个德国的物件来用吼，比如讲因的面子的，伫迄个以色列特拉维夫，因用面子的来做客停车，啥物原因？有两个作用啊，第一，拖车真正足耐操的，足用的。不用费给作省的啊，因为以色列本身无咧做车，所以爱进口车。啊，甲要进口就进口较好的，来会当耐沙漠遮个气候吼、哦。啊，佫会当甲消遣讲，啊，恁德国车是来阮遮做客停车好尔，吼、哦，我那甲德国人洗面就对了吼、哦。啊，而且讲德国车比日本车。用三倍的迄个耐用程度啦，比如若日本车可能五年，德国车会当用十二年至十五年，啊，安尼算个，犹太人都做个德算盘的吼，伊、哦、都认为用你的物件，我会好，佫会当甲你糟蹋，我啊，伊就甲你用啊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咱即马，咱甲中国即马伊就，咱甲伊甲台湾人、台商伊甲教讲，拢会晓做一寡五金。工具有无？啊，其实这无要紧。我认为是讲较低阶的这个产品吼、哦，给中国人去做。啊，咱来做较高阶，因为做片机啦、罗赖吧，给因去做。咱来做工作母机，用电脑控制的，这较有钱赚嘛，吼、哦。啊，比如讲，因要咧用，干来当做收音机、录音机啊，咱来生产电脑，吼、哦，这就是。算垂直分工啦，伊拢做较低阶，啊，咱是中高阶，好 ，OK。好啊，咱就来讲这个粮食。咱台湾目前咱所食的粮食，敢那占咱个自给率敢那32%，好、哦、啊，这足危险的哦，因为剩的68%，咱拢爱进口。那么如果咱隔壁罗马国家阿强啊，那去配兵，我、哦、来给你用。海上封锁，啊，咱的船只、迄个商船拢无法度入来的时，咱的战备粮差不多半年。那么半年后，我看咱家己内部的为了抢粮食，咱就内乱啊！好，啊，所以以前你蒋介石来台湾，因咱迄阵要定听着讲战备粮，战备粮。哦，那这边的人你拢知影，咱拢食谷米，新的米拢去蹲伫仓库。啊，谷米杀出来吃，一直循环。好、哦，那么稻米是咱以前吼、哦、30-40年前，咱稻米是要个咱的主食。啊，即马少年的煞拢食面食类呀，吼、哦，食麦当劳、食面包迄种面。啊，所以米煞即马台湾的生产量煞一直少，因为少人食，你计较普遍悬，啊，所以农民就不爱种，煞颠倒拢咧种槟榔。像头拄啊，较头前，即拢槟榔青啊。我迄天第一届足久毋捌坐火车啦吼，为台东转来，到屏东，差不多为南州、潮州开始，伫来到屏东市，过差不多4个站，沿路拢种，迄较早拢规个平原拢种布条啊，即马拢种种槟榔青啊。我就在烦恼讲，以后啊吼，如果咱用海上封锁，啊遐槟榔青啊敢食会饱？啊槟榔青是安怎台湾人会种遐济？就是因为尾啊，咱个经济起飞了，哇，遐工人吼起厝个啦，做土水个，做水电个，拢爱剥槟榔。啊，上好计我会记，迄阵阮爸爸伫个。我呢，跟隔壁田的界限遐有种一排吼，我捌去交吼，一粒青啊16块，啊，差不多17年前，啊，迄阵17年前拄啊一斤的迄个鸡卵拄啊16块，所以我印象足深，一粒青啊会当换一斤的卵，吼、哦。但是我拢反对阮，我自早我拢反对阮爸种这来，无阮有6分地吼，迄若总啊种。哦，来挂了几百万的啊！
啊，但是我拢想讲，迄对身体无健康吼，所以我反对阮爸爸咧种吼。好，啊，即马来看，你看，农民布丢啊，种农产品袂好，所以伊只好甲土地租予人去做这个发电的吼，太阳能板吼，光电的发电的这物件，啊，甚至甲这个良田污水库啦，予人租人去饲泰国的。哦，饲遐鱼类哈、哦，啊，这个表示讲农村的人哈、哦，种农作物已经歹生存哈、哦，做实，阮爸咧讲的，讲愈做愈实。阮公啊，迄阵都要有十家地，到阮爸剩三家地，到阮这代没有啊，因为阮少年拢全部爱做啊，好、哦、，OK， 啊，你看。这农地休耕，啊，休耕政府就要去补助，哦，一轮地补助5000块，一家地要50000块，哈、哦，啊，这足可惜的，无生产，哈、哦，啊，佮政府要开钱补助农民，好、哦，啊，这上讽刺的，山顶咧撮树啊，啊，平地咧造林，好的农地咧造林，好、哦，这本末倒置了哈、哦，好。你看农业跟环保有关的嘛，因为你喷油啊，就会造成环境的荷尔蒙吼增加，而且增加是化学的荷尔蒙。那么你看因这三个，哦，这敢那无敌铁金刚呢，拢无防护罩，拢连口罩都无挂呢。啊，看因拢因是直接受害者，因树立的这些人吼，连工一定畏干，油脂拢伤歹。所以咱台湾是安怎写信呢？世界排第一名，就是咱的环境荷尔蒙伤济。咱树立的哦，外口遮个歹空气化学迄个成分拢空气中，尤其咱遮个食物像安尼喷，像较早我上爱食奶汁，奶汁是我的第一最爱。我若奶汁要结束啊，我若知影讲台中的奶汁咧出，我就头知影买无啊，我就买一寡来冻在冷冻库。啊！那热天的时候，摕几粒啊退冰食，过过瘾，搁等到明年四五月啊，搁出预热包，搁出安尼。结果我有一届租地种红龙果，啊，地主又种差不多四五届，乃至爱租人，租家己的人。啊，我上爱讲只讲啊，这乃至差不多后日要办啦。哇！结果看因今仔日来铺药后，今仔铺铺咧，后日开始慢起卖。就安尼了，我惊着，我拢想奇怪，买啊以后我咧食奶汁，遐足济食拢头起红。原来我着是食遐奶汁拢轻微中毒，因为我肝吼无好，咧解毒的速度慢，所以我对这个农药的残留我足敏感的。哦，然后我食着，我若知影，我若咧头起红，我着知影讲这有农药残留吼、哦。啊，因为咱的农产品水果介济慢的着就吃啊，无。无啥物农改厂啊，农政单位调工拢咧甲你验吼，迄验拢抽验尔，啊，所以大部分拢是漏网之鱼，拢是有农药残留吼、哦。好啦，你即个看即个海蛎啊，即海蛎啊，我买转来吼、哦，一工食不了，两工食不了，第三工吼，伊、哦、就长霉菌啊。哦，这微生物都来侵蚀啊！哈、哦，哦，这三缸的派啊 ，OK。但是过去看这哈、哦，这个有一届我若买一寡感冒汤来食，结果有一届食随便放啊，都看报纸总甲砍掉的，砍甲袂记，啊，感觉一礼拜后个现到就哎，啊袂歹。啊！我阵一直甲观察，看伊当时要歹，30天啊！你看这药啊，偌毒，毒到遐微生物唔敢活的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咱若要食，都爱食迄3天就会歹，吼、哦，买较少咧。啊，赶紧甲食完。啊，这个吼、哦，拜托唔通。我听讲，因就是讲，为这个地头啊，甲点药啊，吼，点来伊渗透来，规个拢。毒啊，百毒不侵啊，无人无一个微生物糖敢去甲加，
好啊，你即马看这都市甲农村村的迄个城乡差距，这里增加，起甲足水的哈。但是无代表讲农村大家拢安尼哦。其实，你嘛农村的农地开放买卖，好，你只要买有0.25公顷，就两分半地以上，你去买了过后，两年后，你就会当去，像安尼去别种。这大部分拢是都市人来增加买地啊，起一个别种做伊的后花园，好，拜六礼拜休困的时候来增加佚佗，好，的所在。这不是农村的真正的生活了哈。啊，其实我们像我们屏东遐，还阁拢真侪足破败，哦，哎，都翕啊，无好看，我都无翕啊哈。哦，大家知影讲，不是讲你看了增加起价别种作祟的，就是增加人咧住，不是，这种都市人。好，好啊，刘鹏，中华民国军政府来台湾了，伊用这辣椒，就甲咱台湾人饲甲服服帖帖。很难甲反抗吼，伊用最贵招你咱来看，228屠杀精英，伊差不多杀228迄个事件杀到30,000人，啊，即个大部分拢是有计划、有名单诶屠杀。伊甲咱日本政府开50年所训练的即个精英杀掉，因为伊知影讲即个精英若无杀掉，伊要来正式。那跟国共内战输的是要来管台湾，足歹管的，所以有计划先把这精英杀掉，好、哦，啊，所以就无领导者，同而领导对抗中国国民党。啊，第二就是搞垮金融与经济民生。1945年10月25日，因陈毅的部队来了，就开始把咱台湾的。物资、糖、油、米、盐，拢送去因中国一部分倒卖，哦，系因个家己落地啊，哦，啊一部分支持因国共的内战，哦，迄阵当国共当咧拍嘛，吼、哦，那么一直拍到1949年12月，哦，因迄阵较大败退、大逃亡，拢规个，到尾200万人倒来台湾，啊，第一批陈毅，伊受了。麦克阿瑟将军那个第一号命令所命令所来的那些军队无济，甲遐个军民吼无济，遐是合法的。但是1949年12月份，吼、哦，那因讲38年大撤退迄个遐吼，遐、哦、是非法组织、非法的难民，因为因遮难民照讲，伊若来台湾去，就是讲逃亡去别个国家。照讲，难民拢爱较谦卑咧，因为伊逃亡到别个国家，互别个国家来甲保护嘛。但是伊逃亡来台湾，即个伊是有扎武器，迄个做武装难民，哦，有刀有枪有炮的啊。所以，迄阵咱台湾人，咱日本兵的即个武器都拢要缴械去啊，咱台湾人无武器啊，所以也无法度甲阻止，无法度甲动着滴啊。哈，啊，所以伊甲咱的。一寡糖油米拢送去中国支持内战，啊！作48年来台湾第一届像个饥荒，哦，我细汉我若食足济番薯签，啊，阮爸因阁食较济，好佳哉有番薯啦吼，番薯救足济人啊！所以伊按出用咧到底吼，佮包括1949年用40,000甲咱换一箍。哦，甲咱作为台湾人的好家人，都拢用到变散去。你若有4,000,000，我那即卖4,000,000算好家人，但是伊甲你用40,000换一块了，你拄啊剩1,000块，是毋是变作散嘞？好、哦，啊你无钱，你都无法度，你都无力啊！你也无法度招人讲来，咱来反抗这个政府。啊，你要招人来，你起码嘛爱有便当房食。啊！你著便当都买袂起啊，要较少人。好，啊，即马佫甲大地主变做小地主，好无？伊用三七五减租啦，耕者有其田，哦，来甲遮大地主拢变做小地主。啊，遮大地主本来拢地方的头人士绅啦，哈、哦，会当哦发水的叮当，要招人拢有诶。我即马变小地主，嘛招无人啊，哈、哦。
好啊，过来，阮咧就用白色恐怖。你若讲话无合，国民党听，伊拢派作者了白啊，吼。所以迄阵拢讲台湾人国外拢称呼是警察国家。哦，你若三个人就袂使徛做伙讨论代志啊，吼、哦。伊就认为讲恁要造反啊。啊，你若有些讲唔对话，哦，啊，一些文章批评政府，啊，连袂你就来立倒关，吼、哦，这就白色恐怖，吼、哦。来，啊，再来敌性反转，身份错乱的移民教育，这个敌性反转就是讲，咱本来咱日本台湾是咧跟中国敌对的，吼、哦，因为美国。跟这个中国是同盟国，啊，咱日本是咧跟这同盟国咧战的。但是1945年天皇投降，啊，10月25日，中国军入来接收台湾了。伊甲咱教讲，你是台湾人，也是中国人。我阿咱又教咧教着，哎，我阿咱变战胜国呢。你若新闻甲跳过中国人的是变战胜国。啊，台湾人都短视近利，啊，都拢认为讲，啊，我落来，我战胜国这边，吼、哦，较好啊咧，啊，就是用这个甲你骗，这67年来拢安尼继续骗，啊，所以咱85%的人是安怎咱竞选举拢会输，就是你的新闻错乱，你甲投中国人，因为你认为你是中国人，所以85%的人。超过50%的人拢去支持通牌的国民党、啊、所以咱不是选举拢选输。哦，阿扁2000年选的对，是因为国民党分裂，连战甲宋楚瑜各代表他们的哦，因的政党去选，啊，所以阿扁也过去扣着。你讲阿扁选台北市市长的调，当初嘛是赵少康跟黄大州分裂嘛，唔卡阿扁。一定在三家都较会赢，吼、哦！啊，2004年是因为李登辉有起来号召28牵手护台湾，迄、那个声势造出台湾人的这个意识有出来，吼、哦！因为要护台湾，所以台湾人他有迄个台湾意识拢出来啊，嘛较赢一个20000+票，吼、哦！啊，边啊搁着枪，用巴肚拍一空着，啊，这个。拍枪，但是隔天嘛是讲连战答应讲继续算无要紧，伊想讲因稳赢，无想到讲输阿扁20000+票吼，做唔惯的，啊，倒去霸占凯道有无？啊，美国迄边的核电一直拢无来，啊，最造成人心惶惶。啊，那么是安怎？咱得爱等美国核电来承认，吼，啊，这个因为台湾是美国的军事占领地，吼，啊，所以。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权，吼、哦！哎、啊，因为美国核电，我那代表讲，伊承认讲，你会当做台湾的领导人，吼、哦，都像麦克阿瑟迄阵指定叫蒋介石就派部队来台湾，这个意思，吼、哦。好，啊，佮用假的民主选举，吼、哦，是安怎讲假的民主选举？你即马看改成，哦，互恁台湾，无论你大细汉有好野善，每一个拢一票，票票当值。但是你敢知道？伊占有台湾人的这个较早日本留下来日产，拢当作因的东山哦，国民党的东山。啊，伊把这个东山哦来干哪卖来卖钱来买票哦，啊，伊贪污的哦，就等于讲咱咧走100公尺，结果因的起跑点伫50公尺头前，啊，咱是伫起跑点。啊！咱要捉这50公尺，伫10几秒内要捉，绝对捉袂到嘛！哦，因为伊用钱买票，用占90%媒体人拿军的手人，伊会当造言地变乌的，甲你讲做白的，白嘛，甲你讲做乌的。哦，像讲阿扁啊，即摆煞风声一个讲法，就是讲阿扁啊，一个人，规个民进党阿扁啊，一个人贪污啦。啊，国民党哦，拄啊，干那马英九无贪污，啊，剩两个贪污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伫钱，吼、哦，啊，因个用行政资源组织动员，
用安尼，所以咱若大概要甲伊选，拢选甲平平转，拢转袂啊哈。好，啊，这就是奉令以40,000元比1元折成新台币哦，咧兑换的哈。啊，你甲想，本来是台币嘛。啊，如果中华民国若对台湾有主权，那么伊要换币制的是，伊即应该爱发中华币，因为你要看。法国有法郎，英国有英镑，美国有美金，哦，迄种代表因个国家个币制啊。哦，日本有日元，是安怎？伊中华民国来台湾，伊袂当直接换币制的是换中华币，继续利用新台币，表示伊对台湾无领土主权，伊敢若有管辖治理权，哦，敢若土地地上权啊。哦，咱这块土地是还佫日本天皇的，哦，所有权证等于所有权证的名顶完下是大日本帝国天皇，啊，但是天皇放弃地上权，就是讲这块土地你顶完哦要安怎管理，哦，迄个美国军政府授权哦，中华民国流氓政府来处理，哈、哦、，OK， 好啦，咱即马来看这些物件，这种外来物种，哈、哦。植物外来拢加一只啦，番石榴，啊，这番茄，啊，这个番啊姜，啊，这个番薯，哦，咱拢讲番薯啦哈，啊，这番麦，啊，这番啊花，哦，这种外来，哦，啊，这个你看番薯甲番麦，这是较耐旱的植物，较免用到水，啊，早期因为咱电力设施也无遐好，灌溉系统无遐好，那到旱季拢爱靠这两行，吼、哦、来做食物。我虽然旱季食足济，啊有一到七八年前，我有家己有种旱季，因为我想我迄工买旱季吼，因拢有下好年冬吼、哦，我不是煮煮食食头壳起红，我袂做工课，我拢家己种了我甲阮爸讲，爸我。煮番薯烤饭给你吃好吗？哦，我爸足激烈完，哦，没，我日本时代吃足济，嘛，那个因讲功夫啦，功夫过来吃足济啊。我想，嗯，啊，我爱吃咧，无安那煮啦，啊，你底饭好的时，我那下一两颗的番薯烤滴来滴，哎，怎么吃着？哎呦，哦，啊，这怎么番薯他妈吃好吃啊？隔工家己走去外乡啊，搞讨番薯丁，万一家己要种啊？较早讲食甲惊着的吼，即马讲家己要种。啊，其实所有的外来的物件吼，都有一人买，或者中国国民党的流氓政权，或者外来，因为中国来遮嘛，啊来就甲咱二十八甲咱台精英，吼啊不加较紧啊不白说，害咱台湾人甲即马搁咧住伫个政治炼狱当中吼，啊所以。外来无像这种好个啊，啊就是干呐，流氓政府外来政权是歹啦哈。啊，即马来介绍这个绿梅花植物哈，甲果树个介绍。第一个我来介绍加宝果，就是即马人外口咧讲个树葡萄了哈。啊，这个树葡萄伊本身真好管理啦。我种到今年我种30年啊，我毋捌除药啊。啊！你甲种个几排，伊自然就拢发，啊呐，造型拢差不多同款，无啥会变形啦吼。啊！另外伊，那冬天伊差不多要开春迄阵，一礼拜来甲只旧个叶啊吼拢落掉，啊一礼拜后，就规个发甲安尼足清脆，吼、哦，所以这树啊真清气上，吼、哦，啊这是要卖啦吼。啊，即嘛有一个新的品系吼、哦，大粒种个。即你看，跟它枝又差差不多3倍大，啊，伊个果实啊，差不多安尼。即、这个细粒的差不多5-10颗的银角啊啦哈，啊，那即个差不多50颗的银角啊，较大颗哈。啊，伊即个树葡萄开花的状况，伊为头部一直开到尾流去，哦，啊，这花足香的哦，啊，这花是介于即个桂花兼玉兰花。混合迄个味道，哦，足香个。但是你敢知影？我迄阵种，即我种头300几丛，
啊，这个是伊的后代啊。我种十年后生的籽在店的，伊刚过咧生啊，吼、哦，这伊的后代啊。你个知影？知影？迄阵三百丛的大丛的，迄大丛的拢比这差不多四倍大。啊，三百丛做一解开吼，后迄天我平衡太不对劲呢。迄第一解做一开一解啦，棚盖安怎？你敢知？棚盖的草，因为浓度伤过浓，煞变草的。吼、哦，啊，你若干那一丛哦，足芳的。三百几丛做一解开吼，爱风吹来，煞臭草。嘿，臭芳啊，拢臭啊。啊！你看，伊这个，伊花跟你看，把它跟莲雾共科，有做桃金娘科，哈、哦。啊！你注意看，伊花跟莲雾的花共款嘛，哈、哦。只是莲雾花较大蕊。啊！这个哈、哦，类似三代同堂，后咧开花，后咧含苞，后青，后乌，乌就差不多算熟啊。但是，阮第一届哈。哦第一届看到树葡萄，我的树葡萄结果是啥物情况呢？就一届我回去巡我的园啊，差不多第十年啊。咱园看，啊，阮家也无饲羊，隔壁也无听讲有啥人饲羊，太土甲放甲全羊仔屎。今麦佫行到外看，哇，树仔顶也有啦，结果是伤熟，毋知通办迄个落落来。哦，我着办来试食，哇，有够香，有够甜，有够好食。哦，我赶紧吼，请人来喂篱笆。更加围开，啊，开始在开园啊，对。好、哦，啊，这有点，你看，伊这个，这树干跟砍枪把它同款，拢会烫壳。你看，把它来咧大，伊个树干就会烫壳。哈、哦，啊，伊这个叶啊，吼，是差不多像头先讲的叶啊，这大嘞，无像迄个正刚要把它吼，差不多三四叶遐大叶。但是你甲伊个叶啊，那个锐就你甲偏。尿巴拉比，啊，所以迄阵有六间电视台来甲我采访的时候，我讲人咧种菠啊生菜瓜，啊，我种尿巴拉生葡萄，嘿，好啊，这好，好安尼乌金嘛，这诶，这迄阵，他迄阵，伫这个世贸吼，迄阵阿未去啦，伫松山咧展示的时候，有人去展示，啊，我听讲因。一粒果一百块啦，伊这果一粒一百块，啊，伊予你食，伊还佫叫你寄配型，佫退50块予你，哦，迄一粒寄50块了，对啊，哦，啊，你看伊敢若涂骹为这根部有无？遮就开始生，哦，安尼一直生起，好、哦。拍卖哦，好拍卖对啦，伊的牌子，咱葡萄藤生是一串，迄加落了一斤两斤，哦，啊，你这都一粒一粒去办，所以足够工，啊，所以唔好种济，讲要买树葡萄来卖，迄袂好啦哈，我过来看下啦，因为咱台湾人工贵啦哈，会当做趣味栽培，就是讲，因为你要外口买。真罕滴买到啦，啊，所以爱家己种，啊，家己现办现食。啊，我个建议你莫，我看了乌就买办啦，唔好。乌开始算八工到九工上好食，伊根甲皮拢薄啊，啊，迄个果酸拢已经转化变果糖，哦，足芳足甜足好。啊，你为第一工吼，我有迄个算人客来参观了，啊，就来看乌，我就先办好食。第一工乌个就要巴拉味。第二天呢，我搁放落只，伊讲有涩起来味。第三天个来，我放落只，紧紧个味。啊，第四天个吼，就介只讲山竹，山竹是我听上济，含山竹个味道介同款。啊，搁哦较尾下慢个讲百香果个味，都拢听个，我有听六个口味啦哈。以不同的时间放落只，无同款。啊，我上爱食是啥？寒天去配水果生吼，会舒服到。伊伫树仔顶，那成熟你放甲慢袂落，伊拄啊准掉伫啊一直打薄伊。哦，迄慢来有迄葡萄酒的味道，哦，迄上好食，甜个芳个葡萄酒的味。啊，食这碗来醉呢？
啊，结果迄鸟仔爱食啦，我这个物件鸟仔、鸟鼠啊、狗啊、人拢爱食，啊，鸟仔鼠拢白头翁食上济，啊，过来绿袖眼，啊，白头翁定来食吼，啊，足无规矩个，即个捅两个，遐个捅两个，啊，尾规只个食完啦。我叫我我来去迄个，阮东港遐有迄个白迄个掠鱼啊、鱼网啊吼，我咧较大坑个啦吼，我想我迄个买较大坑较俗啊，啊因为迄只我时代挺个较大吼，伊一定背袂入去，我着请人来砍开挂工钱，好两万几箍，规抓甲封起来呢。我开个看只伫白头翁伫内底食，我着甲观察伊安怎落，伊安怎入去啊。伊即马甲你先休伫房啊，啊阵像咧吊单工安尼，时代无天开，阵害入去。我无采，我咧做开两万几块做房啊。哦，我阵看报，过去买较细目个吼，迄空差不多头部工安尼，伊要用害嘛害袂入去。吼、哦，啊种害袂入去，结果总是鸟鼠啊，会去咬破空，啊伊怎换对鸟鼠啊空入去。在内底甲伊食食，佮出来外口歇伫个树仔尾。我一工中昼时咧困觉，啊！哎，伊太下咧叫迄声，结果叫安怎呢？讲伊伫遐食骨力水，骨力食骨力水，骨力安尼啦。啊，你看伊气死袂啊？伊讲伊食骨力水，骨力迄声都巧克力有无？啊，我迄工听迄个也讲台语个款，伊讲食骨力水，骨力，伊毋是讲巧克力哦，伊讲食骨力水，骨力。哦，啊，愈讲愈大声，食骨力水，骨力食骨力水，骨力吼，啊，你气死个吼！啊，另外一只吼，伊有学过数学，伊讲伊食六个，即种十几骨力，即种十几骨力，安尼。好，啊，这就较细长，这第三代，就是讲十年后生下个子个店个，吼，这树葡萄哩。一般种爱七八年才会生，为点子安尼吼，所以爱有耐心啦吼。啊，你注意看这丛，奇怪，这本来拢生足济，安内遮拢无去，这拢无去，发生啥物代志？唔是，就是我有饲迄个一对大麦丁啦，啊大麦丁我拢若要甲饲进前吼，我拢甲透开好去放晒药。啊，一般伊若走出去走走，拢两分钟就转来。哎，太下即个拢头五六分才转来，结果即拢有食伊。都那腰部即他们顶上较大只吼，差不多即款都拢有食掉。我了即个注意甲看，伊走去通山太遐久，哇！你搞食猪骨头，结果是只即只凶手，结果伊怀孕。生几只你有？啊？九只，生十六只。好啊，所以生十六只。啊？你讲哪？我就是咧怀疑，啊，所以我想讲，若有女生不孕的吼，可能会当试看卖。不过莫食伤济，我若一届生四五个，我无负责啊。你家己顾袂伊，抱袂起，我无负责。啊，这生的时吼，我要甲算吼，哦，足歹算的，因为我摕一个盘啊吼，掠来一只、两只，啊，伊即马位这边阁甲我夹倒转去，啊，我较算，我算半点钟嘛算无。哦，做尾啊，就等伊咧困的时吼，啊，卡去甲算，结果有两只又第四，因为。一只狗啊，都闪只，遐一只闪这边，一只跌掉，唔知有两只要跌死，都不菜。OK， 好，我来开始平地樱花哈。这每一朵拢像兰花，伊有个花瓣哈。我、这开始原来真水，啊这种唔着品种诶，好，种唔着品种，拄啊开差不多十分之一，啊剩十分之九休啊，好，啊你注意看咱这。差不多95%拢过嘛吼，啊叶啊开始咧出，就是表示伊开始要落花吼，新叶要出来啊。啊，这大家简单看下啦吼，啊这真正
有迄个《自由时报》刊《民众日报》捌甲我刊吼，啊刊，啊因就袂当刊电话主机啊，哦啊伊就走去潮州四界问，啊去派出所问，或者怎问，好不容易问到我遮来，吼、哦，来生惊叹，吼、哦，够水个啦！比我去阿里山看较水，阮顶礼拜去阿里山赶甲要死，都无你这开遐水。啊，他妈学了了，开始骂哦，潘姐，你有够歹找，因为无报主机嘛吼，啊无报电话。啊，这个有一个好处吼，伊火开了吼，大概一个月后，规个就发到天平平足暗的，会当做遮阴吼。哦，所以春天看。野花，啊，夏天有通啊遮阴，哦，好，啊，这个是国外的迄个范例啦，吼，因为我迄差不多种八年尔嘛，啊，所以花也无开像安尼，啊，这头二三十年的树啊啦，吼 ，OK， 假以时日，过我十冬，可能我就有通啊开遮水啊，吼，我来介绍这个黄金果，这个黄金果。种一丛你都食不完啊！因为我这丛的宝藏哦，是较早农改场因去新加坡移植五丛回来，啊，一丛种伫外口咧做田间试验，吼、哦，啊，伊生的果，我甲摕来掂，所以迄丛四冬前迄阵的差不多像电话条遐大棵啊，吼、哦，迄丛一年头生2500粒。吼、哦，啊，这都生到安尼一堆，啊，一丛你若种一丛遐大丛，你根本都食袂完，你都爱送互厝边隔壁，拜托伊到食吼、哦。啊，因为伊个皮是黄色的，啊，佫发亮，你日头照，你拢会发亮无？所以佮号做黄金果，哈、哦，金丝丝，唔免。伊个你若夏天吼、哦，夏天差不多安尼有无？四分之三拢黄变黄啊，就会点办啊？啊，若冬天就爱规粒拢。黄色的，安尼内底较会好食。嘿 ，QQ 啊，像布丁。我大概八冬前迄阵第一届办过，阮爸食，伊讲伊食到80岁啊吼，毋捌食到遮好食的水果，因为阮爸无喙齿，啊伊个果肉拢拄啊肉拄啊像迄布丁，拢足个落后的对啊。啊伊个表皮吼，你若用笔甲写写咧，大概三分钟后氧化。汁就浮出来，哦，一定搁包装几粒啊树葡萄带来，底包做礼物送我男朋友还是女朋友哈、哦。啊，这大粒种，这一粒一斤啊哈、哦。啊，头拄啊，迄是古品种，迄差不多三粒一斤，但是口感是三粒一斤的迄个老品种较好食，较芳较甜。啊，这食了软软哈，不过大粒多往啊好看头。好嘞。来介绍全世界上好种的水果——红龙果。先来讲上好种，因为我咧种的是阮大哥伯家倒头种啦，头伫顶悬，啊尾啊伫下骹甲嘛甲绑带条啊，结果为顶悬拢开根栽落，安尼有好种无？要甲种落去足困难的，你倒头栽伊嘛咧哇，吼、哦，啊佫高生，伫阮屏东一年生11摆。啊，请问有啥物水果一年生11摆？山药一年一摆，莲藕一摆，奶子嘛一届，吼、哦。啊，伊你若一届处理无好，吼、哦，就要等明年啊呢。有时啊，花来啊叫吹烧风，有无？吼、哦，啊，焚风呐，吹落迄叶仔拢缩去，无多缩纹。啊，是你拄仔咧开花，落大雨，甲花粉洗掉，缩纹不完全，产量会少啊。啊，这足趣味啊！爸爸风在迄个拄仔咧开花，哎呦，爸爸风在扫甲挡得在外，哦，这着爸爸风在这花拢害伊嘛，拢受我们不完全。啊，结果我想讲啊，安尼会减收一届，因为阮一般拢到十月底就差不多结束啊，十月底就办上尾个。结果偌可爱呢，伊到11月中，阁有一批阁我办。伊就是一年要生偌济，互你固定的。虽然即个许风台拍着，伊嘛是阁保护你的对吧？安尼有可爱无？哦，这无种会艰苦。吼、哦，啊，一年阁生11摆，每伊这花吼、哦，
十五天一次，十五天一次啊。所以你每十五天足准时都有各堂的班。好、哦，啊，我拄啊怪远啊吼，我是草生栽培啦。十一拜，十一次。啊，你呐，十五天一拜。啊，你呐来到中部可能会减一两拜，因为伊较冷。哎、欸，啊，得多产啊，足好个啊！啊，无你要生一年一摆哦、喔。唔是啦，啊，伊到寒天，伊若温度低于28度，伊就开始袂开花啊。草生栽培有一个好处，果实加足好食。伊安怎？伊个根系发育很发达，啊，所以你也肥好食，拢食会起来。因为伊这个虽然讲是沙漠植物，但是伊是气根，伊拢用靠气根吼，啊加表面根咧食肥料。你这草啊，甲偏落去，伊个根拢伫表面土咧酸，因为你有草啊甲遮阴吼。遮凉，所以伊就铺伫迄个表土顶管，啊，所以你也不会伊随食会着。啊，那么我另外朋友种诶，伊家厝甲清气澹澹，遐根所有诶根拢惊曝日，所以遐根拢准藏伫涂骹内。啊，你也不会也伫表面伊食袂着，你着爱等有落雨渗透落才会食着。啊，若雨落较大，肥料拢流掉去，吼、哦，所以无采。哦，这我是较无同意安尼吼。哦，啊，这花苞拄啊来啦吼。哦，啊，这差不多过三天就会开啊。哦，啊，这个你为这个切开吼、哦，这个你切等于剁剁的剁幼幼啊，煮蛋花汤，煮人参羹。哦，伊的植物性胶质足侪，啊，红龙果吼，哦，养分足好个。伊你若最近的最好给听讲是跟迄个陈文茜有关系，因为伊本来我那算山上啊，啊，啊，即马听讲讲食这吼、個，你即马看电视看了有较苗条吼，哦，啊，这因介奇怪吼，因拢讲好的花开做一介开，哦，啊，这是直的，啊，这边啊拢松的，而且花粉啊落啊，所有完全都会作大粒的。啊，你若拄着落雨，花粉失调，授粉不完全的变作细粒的，吼。我来介绍罗根梅，啊，这个树啊有一个好处，做景观植物伊好处就是讲出新叶拢红的，哦，啊，所以会当都有朋友带朋友来参观我的园啊，讲哎七八月啊，迄阵放暑假都差不多这时阵，讲潘先生啊，你的枫叶太这个时阵在红，吼、哦，伊当作这是枫叶，因为一般的树啊拢绿色的。啊，叫做罗根梅，啊，伊原来结果无介大粒，吼、哦，差不多手指头这下粒，啊，鸟啊做爱食，这个伊若等红鸟就食，啊，咱若红红去个半拢要阁生生涩涩，你若等伊像树葡萄等乌，哦，足芳个呢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是鸟拢提早替咱食掉去啊，啊，这做幼鸟树真好，啊，伊嘛是冬天原来落叶。啊，开春出来就规个拢红个啊！吼，好，黄花红莲木啊，这应该较接看到了吼。这像迄绣球安尼一球一球，但伊个缺点就是，伊差不多开花一礼拜了，开始落，三天后落了了，所以伊个花期差不多十天就无啊。啊，咱头拄啊看迄个三月樱吼，平地樱花，伊开花甲结束安尼差不多50天，差不多即个四五倍了哈。啊，要安怎种好个水果？哦，这个山药店，大家注意，第一，你爱买着品种，哦，像头拄个花，敢若你买唔着品种，敢若开十分之一，哦，啊，这着品种个关系。啊，你若买着大粒种个品种，你要甲种个细粒，着较困难啊。哦，伊都本来都像迄、那个，咱咧讲金黄，迄一粒拢一两斤有无？足大粒个山啊！啊，你要甲种个细粒，迄个困难嘞。啊，你若土山要种个深金黄，啊嘛足困难嘞。
哦，所以品种很重要。好、哦，啊，好的品种伊的迄个香味啦、甜度啦，吼、哦，拢较好达到。啊，你若歹品种落，你著用心计较啊，做歹处理的。好，啊，过来思维管理嘛，足重啦。老一辈，阮爸爸妈妈伊迄代吼，因毋知影啥物话，就农迄个肥料的三要素：氮、磷、钾。啊，次要元素就是硫、镁、钙，啊，佮有微量元素。啊，但是早期的农民都拢浪费，因爱用看你交偌济切啊，才会当领偌济肥料。啊，就有因讲的讲灰芜啊啦、硫酸啊啦、白盐啦，伊拢讲即款的。好啊，其实即摆那现代农民吼，应该爱甲肥料的成分、甲肥料的作用、氮、磷、钾、氮咧创啥，啊，磷甲钾咧创啥？要搞清楚啊！上基本的就是讲，氮肥伊是咧发苗啊、发枝条的，好、哦。啊，那么你呐，就蔬菜，一般咱食苗啊嘛，吼、哦。啊，做蔬菜应用氮肥用介重就是安尼，因为咧大根啊，好、哦。那么其实呐，果树你连食爱控制，就是讲，你呐要有催花，第一控制水啊、哦。咱等下我来讲了水分，你水分甲控制，卖有食伤济。啊，磷钾肥就较重的比例就较悬的，安尼伊较会催花吼，催花的效果。啊，果实嘛较结实，哦嘛较有重量，啊你食也较会 Q。啊，那么水分管理就讲，你若要开花，水一定爱减好只，好有危机意识。你看像这个台一线边啊，若种卡珠啦、九重葛，迄无人咧压水。但是花开甲红红，你有阮屏东遐吼，开甲足水个。但是咱若家己种伫门口个迄个九重葛，咱全部个就想要甲泼一下水、压一下水个，结果叶啊发甲枝叶茂密，啊花开一束啦。吼、哦，迄就是你爱用水甲控制，互伊有危机意识感，安尼伊才会开花。啊花来了，你着爱水着爱正常供应，啊无伊个落花落果，迄个生理个落花甲落果哈。哦好啊！你若有大樟树啊、水的树啊，顶着路，咱若要开路位啊过，也是要起厝啊，唔感觉毁掉吼啊！咱来有只工具来个移植啊吼啊，移植基本的就是四个人能挖安尼啦吼啊，一个月后甲请出去，啊，即个类似安尼啦吼。啊，这个是迄个三月一日，三月一日树啊足茂盛的，伊足够食水的，你若挖安尼。这粒土条两天后，可能你若无压水就打伊啊，啊，所以留一条根出去外口会食水，吼、哦，安尼较袂打死，较袂枯萎哈。啊，树葡萄就做好刷的球啊哈。你若咧秋末初春即阵直接挖咧，就将挖出去，免讲断根的，搁等一个月哈，免、哦。啊，这是因为大樟树啊，你若无留条根外口食，这个打去，啊，这个。先啊，用铁布包起来，就是伊这个土就较松。啊，这呐风咧吹摇叮当，这個、土条会破去，破去迄个树啊，迄个成活率会降低吼，差不多剩四分之一的成活率呢，吼、哦。所以要保护起来。OK， 啊，这是已经挖好、包好，准备吊车来要甲吊出去啊，哈、哦。啊，这是另外一个包装方式了哈、哦，简单介绍。啊，这是。第一届，因为咱这个三月因算新的树啊，所以同行来买，伊讲，你爱先甲挖开包好了，啊土搁砍倒转去吼，啊等有新的叶啊发出来了，伊较要来挖转去吼，啊这个，啊来 OK 啊，来当挖着。啊？几工啊挖？上好就是秋末。迄阵到初春这段来刷树啊，因为迄阵较凉咧，迄开我像这阵遮热吼，树啊蒸散吼，迄、哦、我无建议这个时阵刷树啊，除非讲不得已啦吼、哦，啊不得已就爱提早挖开，那热天进前两个月挖，等两个月后可以差不多发真根啊，迄阵较来刷哈、哦。啊，简单介绍自动灌溉啊，自动灌溉诶，电脑控制系统跟有两种系统，一个是传统的列比式的吼，即列比式的吼，即机械式的啦吼。你编一格就是喷十五分，啊，若喷十五分伤久，还佫一个分
分流计哈，这个来控制为零到三十分，会当控制。你要喷五分钟还是？要喷十分钟还是？好、哦，你若大流量的喷头哈，有只喷十分钟就伤淡啊哈，伤淡有的植物食无遐济水，紧会烂去。啊，这好赶快哈，啊，这得微电脑控制啊，这个是以色列哈、哦，以色列系统。啊，我开的这个美国这个系统，这个做个处理，做个用。一礼拜七天，啊，你看对一天要喷吼，一定控制，吼、哦、啊，一定控制六个区域吼、哦。你若有六分地，每一分地拢个分做一个区域吼，哎、哦啊，每一个一定这个喷五分钟，这个喷十分，这个喷十五，在你控制，吼、哦、啊，一天一定喷三届，哦，早时啊喷，下晡喷，半暝啊喷，吼、哦，拢会使。啊，再搁有一个控制，啊，上简单啊，就便利二就两天喷一届，便利三就两三天喷一届。便利五就是五天喷一届，便利四就是逐天拢喷，哦，这足好教，农民那随教拢会晓。OK， 好，啊，即马介绍这个喷头，喷头，咱遮头拄啊有提议看，迄是叫做滴灌，啊，个就是微喷灌，微就是细一丝啦，伊差不多会当喷这边三十公分，这边三十公分，它喷两尺。是啊，这喷的是十二道水柱，谢谢啊哈、哦。这个喷的直径的六米啊，一边三米，哦，一边三米。啊，这水柱啊，较细的。啊，这个喷空啊，这喷十五米的直径，这边壁喷到那边壁去，可能个会超过，这啊无可能无到十五米，这到十四米。哦，啊伊，这种以色列的，以色列的工程技术，因的工程塑胶。这用十几年也袂歹，吼、哦！啊，伊拢免工具就会当拆开分解，吼、哦！你若有要擦掉要清，安尼拔个就开啊，吼、哦！足好用。那么一个用颜色来分类这，比如这绿色的，是喷两百一点钟会当喷250公升出来，吼、哦！啊，还有红色的。一点钟喷200公升，哈、哦，这用颜色来代表工业出水量，哈、哦。啊，那么，在以色列因为沙漠的所在，所以较无啥物昆虫。哦，啊，咱台湾因为动植物的迄个分布足丰盛的，吼、哦，足侪昆虫的。尤其有一款蜘蛛来台湾较发的，伊看你咧喷吼，伊叫做你是一个动物，等你电脑讲哎免喷啊，停啊。伊准后来甲你牵蜘蛛丝，甲你绑起来，甲你抓起来就对啦。我等明仔电脑讲，哎，开始喷我，煞袂洗啊！我准敢若喷两点尔，迄两点拢做水灾，啊，剩咧做旱灾。哦，啊，所以阮甲以色列边反映，伊即马发明叫做防虫型的。哦，伊就是讲电脑讲开始喷压力来，准跳开，开始喷了，结束收起，盖起就对啦。我内底齿轮，迄个蜘蛛袂过去甲你喷，吼、啊，啊，这佫较新型个吼，嘛是 pop up 就跳起来，即、這个跳较开，啊，结束个时嘛就砍起来，吼、啊、，OK。后来讲，若要接枝，新的品种，吼、啊，爱改良爱用内接嘛，吼、啊。那么，即拢一挂工具啦，吼、啊。这个咧裁剪的工具，啊，这骨啊，这有三用啊，就是讲内底有内底有锯子，啊，啊有刀片，一边是刀片，一边是锯啊，啊，这个种看你要牛寸尺，要伫外悬的所在接吼，这样用，很方便。啊，一般咱以前咧接，真侪拢用电器胶布，吼、啊，但是即卖日本发明，这个是石蜡胶膜，吼、啊，伊这个物件。也这样延伸真长，防水又透气，防水又透气。改成咧介绍五铁丝的这个迄衫吼，好啊，即嘛，哦，你看像这个，这个用石蜡胶膜包的，你拢啊包起落啊，拢唔免管的。时间到，新的接点就发出来，突破于这个石蜡胶膜就发出来。哦，你看，伊突破了吼，就发安尼有无？啊，这接点是，这个是切接法，足简单的接法，啊，石蜡胶膜包包的就 OK 啊，哈、哦，足简单的，
啊，但是这个山仔就无同啊，这山仔佫是土脚，这固掉了较结。啊，因为山仔伊这个力足强的吼，所以一个发吼，连伊就一撮两撮。啊，即马当石蜡胶膜伊个足薄的，会要裂开。啊，所以咱就爱佫用电气胶布，电气胶布较用，佫较包咧，保护较袂要裂歪啦吼。好，啊裂裂一段时间，比如讲半年后，这花叶拢完成啦，这个。爱甲挂开，啊无伊要就会缩掉，伊缩掉颔棍安尼吼。哦，啊你若初初咧接，认为技术无介好吼，你一个接点啦吼，甲接两位，啊若这个无过，啊这个过嘛就算成功吼。啊你会记这旧的这个古品证发出来这个字，那个雅典爱甲扳掉，爱甲加掉吼，哎 ，OK。严谨，好啊！这个外乡啊，吼，这个种三月樱，啊，这个罗庚梅啊，吼，啊，这罗庚梅你话会出了红的哈。啊，我这因为我拄啊伫潮州的所在，拄啊屏东平原的中心地带，离山啊差不多十一公里，离东港的海啊差不多十一公里，吼。好，啊，这伊这树啊，像迄森林内底吼，外口甲内底温度差别五度。啊，这病虫害了，好不容易我把新的品种的山仔接好，助新虫去给你救虫，好。啊，这嘛要那新的硬啊，较软的哦，助新虫做个食。啊，这都是福寿哩。啊，这得到三十一年前有人招书入来，啊，这个海关查无到，又招书招入来。啊，迄个礼物啦，那么放这个。法国的肋巴讲哦，足好食，足好价。结果台湾人都趁机作来，食只烂烂无好食。啊，大家无爱吃，种四个乌白蛋，等下伊见生就食啦。那这草啊，青青都拢要食。所以稻田吼，哦，早期作害，规个诶秧苗拢要食完哩吼。啊，这就是讲你看，海关去年三一日本大地震的津波吼。把这个福岛的这个核电厂毁掉的，啊，发生辐射外泄。那么，中国第一个撤退的，因这个侨民，中国人都上惊死的，所以第一个撤退的哈。啊，过来美国伊的军队，甲伊的迄个家眷，拢来撤来台湾。啊 ，AIT 前一天发布讲，因停止所有的美国签证，签证拢暂停。AIT 的人。工作人员拢走来桃园设海关，海关是代表一个国家主权，吼、哦。啊，中华民国海关靠边站，代表啥意思？台湾正港的头家，吼、哦，这个领土的管辖权是伫美国手里，伊是暂时委托政改造，吼、哦，到即卖这个中华民国来咧管台湾尔。啊，伊真正的头家要转来。就美国 AIT 的人来，家己设海关，家己验因的国家的公民的国民的身份证，吼、哦，验证。为只看个就当代表讲，中华民国无台湾的主权，台湾的主权暂时定伫美国的手里。就敢若讲，咱用土地去借钱，家己人借钱，咱的所权证是定伫底下伫银行的手里。但是并无办过户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所权证嘛是要咱的名，对不？讲这个意思。啊，美国暂时握有台湾的主权，握有不代表拥有嘛。就敢若讲，咱伫外口看男女朋友啊，手牵手咧行，那个握有不代表拥有，人迄个女孩子不一定要嫁你啊。人搞不好交三个男朋友，一个美国朋友，一个日本朋友，哦，啊，一个中国朋友。OK， 我、啊、这都助新虫救的哈。啊，这做些只哦，像狗也吃些只，但是有我都把规丛树啊救掉去哈。这是迄个大只迄个新点天鸟。啊，这嘛一种的天鸟，好不好？啊，这
青虫。哦，啊，这青虫，我嘛想讲要种有机的吼，我啊，差不多两工无去巡尔，无去掠虫尔，又食到安尼。我这个伤，这青虫拢来食呢。啊，最后我想讲，我家己遐无用啊，买啊，完啦，我的蔬菜完啦，拢伫果菜市场买啦。OK。啊，但这个都唔食哦，这个我种的这个日本的，这乌甜啊。哦，这做我发的，发到互你食袂完。哦，这做我繁殖的，自我繁殖的能力足强啊。我本来这个是种番薯哦，番薯又砍掉，你看有厉害无？哦，所以伊的生命力得比人较强。好啊，这个拟虫哦，这个那伊那许里这个跌啊，我都看无啊。啊，拄许里只还佫有对比色出来啊，看有哈。啊，这对我拄仔咧讲的这个，这天鸟，你看足细，只细只的天鸟，这可能上细只的天鸟，但是有法度甲头拄仔当手啊，甲整死哈。嗯，这就是因咧整空，迄个幼虫整的。啊，我若做兽医生，我甲注射，结果我若即丛我救起来，哦，即丛青青我救起来，哦，因为歹势，因为讲了上班，未赴讲完吼，啊，时间到啊，吼，啊，咱照表，超哥，我今仔上到这，多谢，谢谢。